嗱，话说古时候有两个才华旗鼓相当嘅秀才一齐上京考试，咁一出门嘅时候咧，就遇到有人出殡。秀才 A 就话到：啊，今次真系黑仔啦，一定考唔到噶啦。秀才 B 一开始都系咁谂，但系佢一转一个念头之后，就喺度谂紧：咦，官才官才，升官又发财，今次一定考得到啦。最后你估下边一个可以高中状元呢？我哋乜都唔做，坚持好态度，因为你选择嘅态度将会决定你嘅人生。